刚刚去领货了，然后店员问我说大件的还是小件的，我刚刚说小件的啦，因为我想说就一个小小的裸而已是需要多大，然后他给我用这么大的箱子装，啊，店员直接问号，他直接跟我说啊。啊，明明就这么大件，还跟我说小件而已。然后我买回来打开就给我这样而已，这么小。阿内，Ha ha ha ha!